大家好，你们知道什么是春节吗？那我给大家介绍我眼中的中国春节。春节也叫农历新年，是一年的开始。春节绝对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。今年我在宁夏过春节，春节有一些传统习俗，比如买年货、贴春联、发红包、吃饺子、舞狮舞龙、放鞭炮等活动。我发现出超市的时候，好多中国人他们买好多东西，买好吃的美食，买新的衣服，还有买礼物给亲戚朋友。在除夕之夜，大家在一起团圆，我和我的同学也做了各种各样的菜。那按中国人的习俗，我们也吃了饺子。吃饺子之后，我们上屋楼看鞭炮。我觉得新的一年真正开始了。在宁夏过年，我觉得带来了快乐和温暖。我给大家祝福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扭转乾坤，牛年大吉，